依林，这个歌因为我知道它的难度啊，我觉得你唱的相当不错啊，你把它诠释的很好。所以有一个地方，那个一滴团一滴天一滴团一滴天，那个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地方，但是听起来都差不多了。那个对我来说是无伤大雅，是因为它原来歌词就这样嘛。我每次都会我自己也会记错这样说啊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都相当好，两位都很不错。谢谢。然后依林老师好。我觉得有来参加过一次经验的人唱歌是不是就会进步很多？是没错啊，就可见你们以前都没有在认真练歌啊，只有在这个舞台上哦才会强迫你好好把一首歌练好，好好把卡拉听好。所以因为很多歌手在台上唱歌哦，为什么会出选手会出错哦，就是练歌练得不够。因为他都是在怎么练呢？就是自己清唱在那边默默的练，那个不叫练歌，那叫做自我感觉良好，背歌词、背旋律而已。对，就是你要完整的进入一个歌，那个编曲，你一定要跟他融入一起练，而且声音一定要唱出来才叫练歌啊，不能轻轻的唱，那是要背歌啊。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你已经足足很大的一个跨了一大步了，这一点是超棒的。谢谢。